像烟火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难免会受伤。弯弯小路上，蒲公英在歌唱，像烟火闪着微亮的光芒，整个夜晚找寻幸福方向，幸福路也许漫长。难过的时候谁在身边陪我掉眼泪，失败无所谓，你在左右，月光多美。弯弯小路上，我轻轻在歌唱，从今以后不会再迷茫，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你是温暖月光，你是幸福。侬上来做啥？笑出了，李静叫侬上来帮我讲话，就先把搿眼刻薄粉丝听。侬又听不懂，你点什么头啦？来来，站好。大家好，我们是 SNH48 逆来上李静生日过瘾生日环节串场 MC 担当二人组。大家好，我是严明君。大家好，我是严明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站在这里说 MC， 但是队长说了 MC 真的能说成双簧是很棒，但是说不好也无妨，因为都不如跳舞。这里干什么？那我就不打扰你和李静的二人世界了，拜拜。
娘炮，打死你！我很尴尬。我们是不是这个行好厚啊？不是，就扣扣你的头发。桃子，他像哪一个王子？有没有人礼受心啊？啊啊啊！李金，你想干嘛？你说。把这个往前移一点，谢谢。啊，好。你今天是公主，一切由我。但我沉浸于丹三的美貌当中。好，是帅气、啊，帅帅啊，帅。好累啊！我沉浸于在，我听到了严碧君的牙套这件事情上，好奇怪的感触感啊、哦！有没有发现今天的蛋糕也不太一样？对，那个姐姐说她要找一个妖艳一点的蛋糕。对，这种性感款的。没有这个，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个像是那个玫瑰水饺味的？玫瑰水饺味，那有种速冻水饺的感觉。然后我们现在要怎么样？我现在怎么变成自己在这儿？我觉得自己现在帅帅的。哎，丸子哦，他们还没换好衣服，没有 MC 了。好，就这样，现在开始。唱歌吧，李金，我们就是 MC、啊。先唱，不是。来，我帮你 Q， 让寿星自己 Q， 太惨了。对啊。我们来唱歌。哎 ，music。谁帮我卡住的？好厉害！来，我。SH48 李金艺员会，因为有你们，我更因为有你们，我们更加努力。因为有你，我们想去保护你哦。因为有你们，有你，我们努力成为彼此的回忆。米饭们爱你，生日快乐！耶、！王狮子大叔，大米大米，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啊、哦！这是。第一次为你扣的词啊，太慢了这个。一年多的陪伴，会一直爱你，生日快乐 ，X 最棒，对 X 最棒。闪耀的偶像48，祝李金，祝李金生日快乐，希望未来看着你更加发光发亮，越来越好，心想事成。我永远支持 SH48 和支持你，加油！谢谢。现在你有什么想跟大家说的吗？新闻，新闻来了！哇，报纸来了！大家好，我是报纸，我是报纸。你现在像另外一个王子，又是王子，又是哪个王子？我现在是报纸。他现在，哎，我生日环节他上来不应该是我的吗？你个小孩子，你这样子不太好啊，小孩子。超喜欢新闻这身打扮。我们现在要开始什么？我自己来 Q 场，真的很。先跟大家讲。你有什么想说的吗？想跟不如这不是最后说的吗？不如我先来说吧。啊，念上来。本来应该是新闻要来念信的，所以今天由报纸来带他念。报纸哥哥。然后写的时候发现太长了，所以写到了。这个贺卡很古老呢。对，这是我刚刚跟你说的。所以你刚才并不是欠生日贺卡，就是写给我的，好感动啊。To 李金。还是用正常音调说话吧。说句实话，我有种快要煽情了的感觉。快，谢谢。说句实话，刚认识你的时候，我可讨厌你了。哦。因为你的性格呢，就属于跟我最不合的那种类型。嗯。知道肯定讲两句就吵。嗯。然后那时候呢，也完全没有想过，我有一天会那么认真的在你生日公演的时候给你写情书，不对，信。对你的印象改变，我觉得应该是在一次通告的时候和你一起住。嗯，那天晚上意外的和你聊天聊了好多，然后发现原来我和李金还是可以聊得来的，而且和你聊天让我觉得很开心。之后呢，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有种魔力，就想有什么事情就想去找你玩。然后念到哪儿了？就
然后就这样子，就是有事就找你，然后再聊聊这个聊聊那个嘛，就变得很慢慢就变熟了，然后也知道了你比较喜欢严彬君，不是我。太管了，我最喜欢的是九九，反正我喜欢你就可以。哇，哥哥喜欢我。以前甚至在知道你是队长的时候担心过，如果以后有事要找队长之类的该怎么办。不好意思，当时没有能投给你，还好大家都有一双慧眼让你成为了队长。真的，我们队有你能当队长真的很好。我知道队长这个词一直都是你的痛，因为就是你在大家都不知道的地方为我们忙了很多很多事，然后也就忙成这样也没有得到什么比我们特别的待遇，可能在有些地方还不如我们。而且就是你是在复学了之后才知道自己是队长，然后就导致现在就是学校和这边就是两边都要兼顾，就两边都很忙，有时候都吃力不讨好，但是你还是继续的就是在努力着想要尽量把两边都做好，没有放弃任何一边，已经喘不过气的时候就找找我们，想可以一起帮你想解决的办法，找我们帮忙或者只是听你发泄一下都可以，不要自己全部扛着憋着，也不要说什么想退团之类的话，不准走。我还等着你学校毕业以后你能一直待在这里和你一起玩呢。而且你真的好傻，帮我们争取了这么多却不为自己争取一点。当时看到有个通告老师让你跳 C， 你却因为你就自己放弃给别人说那样子对我们队比较好。下次不要这样子好不好，我们大家都一样的，你有这个机会就好好抓住，我们大家都会一起争取这个机会，你不要总想着要让给别人，不要说什么有机会先给别人自己不要紧这种话。你也是我们队的一员，我们大家一起前进，不要总想着自己什么都没关系。还有平时公演的时候你想要怎么样去做就怎么样，不要总太顾虑别人，不要老是担心你今天这样子会不会有人骂你，你怎么样你走什么样子的路谁看着不爽那就让他们不爽着吧，你开心就可以。你平时会看到有人说不喜欢你，那只是因为喜欢你的人平时都不会一直说出来而已，说你的人根本也不知道你平时是怎么样的。我们都知道你唱歌和跳舞都很好，然后平时也很努力，这样就可以了。而且我发现很多人都会觉得为什么周围的人都会有种周围的人为什么不喜欢自己，自己总是一个人的感觉，你就是。我记得之前你说你不想过生日，说感觉会没有人祝福你，我知道这是什么感觉，但是你看今天大家都是来帮你庆祝生日的，你还跟我说如果到时候生日环节没人说话让我一定要去救你，傻不傻。我在你说这句话的很早很早以前就准备好给你写信了，连礼物都买好了。然后说到礼物，礼物在哪里？礼物在我手上。就是说到礼物，之前因为看你一直用唇釉，我就问你，你平时喜欢用唇膏吗？你回答我，你觉得唇膏的味道很奇怪，当时我就尴尬了，因为我在问你的好早之前就买了个唇膏当礼物，只要是报纸哥哥送的我都喜欢，而且看起来凑合着用吧。但是。当时挑的时候我觉得我和桃子都觉得这个颜色很适合你，桃子你也挑了，你怎么没有买一支给我？而且买而且是你喜欢的那种涂出来亮亮的那种。对，然后我说一下，就是新闻真的特别有心，买这个的时候然后他想看一下里面是怎么样的，然后他就已经买了之后把它一打开，然后一下子磕到那个就是唇膏的头了，然后就磕坏了，然后他在那个迪拜的免税店就直接就哭了，然后就哭崩溃了。这有什么好哭的，就感觉你就说你吐了一口再给我的不就行了。因为送给你的东西我想要弄得好一点，然后像我就超蠢的就这样子把它弄坏，没关系它还是很贵，然后我就哭着让他们给我换了一个，
对，然后没想到他们人挺好，就给我换了。啊，好好。所以现在是完好的，然后我为了防止再发生这种事情，我把那个罪魁祸首给弄掉了。啊，所以你放心用吧。好。然后，总之就是祝你生日快乐。然后这一年多里面，你瘦了很多，然后变漂亮很多，平时也很努力，相信喜欢你的人也会越来越多。记住，不要笑。没有。不过我还是喜欢你笑得开开心心的样子，就是蹦蹦的样子。明年生日大家也要一起过，就这样。好，谢谢。哎呀，有点。我下去洗个脸。我也想下去洗个脸，好可怕。然后还要继续吧，有什么想给别、就是、给现在的大家说的？我刚刚听到有人讲话，严明君说他好怂啊。严明君不要怂，过来，严明不要怂，好不容易穿得这么帅，怎么说呢？我特别像光严明君，我们哎呀，你怎么变成这个鬼样子了？哎呀，我们大家不都是这个鬼样子？严明君假发没戴好。好吧，还是很帅。昨天严明君。就是犹豫了一晚上，就打了一晚上的台词，想今天跟你说什么。你可好，要给他面子。不会你还帮他修改过吧？没有，我然后我就写了个啊俩点。对啊，我看你那个生日给我的发的生日祝福微博，也就是，也就是。我真的就那天，其实我跟你录视频的时候，对，我是其实自己在私底下一直在练托马斯回旋，想录。啊，太难了，是不是？对，结果太难，然后当时胳膊腕有点又扭着了，但是就算扭着也没有练会，所以算了，我现在比较喜欢报纸哥哥。对，我也觉得你们两个好配呀、啊。等一下，你继续。你要讲煽情的话了是不是？我讲不出来。哎，我也觉得你讲不出来。但是我问你，你刚才为什么要？我们彩排的时候并没有清唱区啊，你知不知道你有牙套？我很嫌弃你的牙套哎。真的、啊？你又不清唱区？我们清上去了，碰到了他的铁牙。情不自禁。什么鬼？啊，脏掉了。啊，好，你继续。夸我就行了。你继续，不用管我。不是，旁边这俩人这样，我哪能继续得了、啊？你们三个人现在这个画面太奇怪了，真的。不要笑啊！不要笑，不笑啊！好，你继续，你说。真的要说吗？我不知道说什么，因为新闻也都说过，对不起，我对我这么怂，然后我表达能力又不好，怎么说呢？就是希望你不要再被别的粉丝影响，然后做自己就好。好。然后呢？然后，对不起，我筹划了半年的生日礼物也没有。啊！好，吓死我了！还没有完事儿。啊，没什么，没有坏。哇！然后你继续。祝你以后都开心吧。对不起，我是心慌的上。为什么要心慌啊？啊，算了，那我知道。那涂一下吗？你涂一下，我再涂一下。天哪！看不下去，看不下去，王叔叔，你涂一下，我涂一下。应该涂在自己嘴上，然后再印上。都涂一下。我的嘴角都在颤抖。这个我家一下子就今天就亲了两个人，有点接受不了，心脏有点扑通扑通的直跳。就是啊。没有，我是算了。菌菇还有吗？还有吗？不。他瞬间我了解他，他说不出来什么。我。啊，那你私底下再继续说，私底下告诉我好了，反正私底下他也不会说，他现在王叔叔都回来了，好了，就是这样。不对，不对，就那你有什么话想说？叔叔，叔叔也喜欢李菁。真的吗？你有什么话要说吗？就是以后多给我们做好吃的。算了，好，我还比较想听你说的。水水也喜欢报纸哥哥。没有，喜欢你，真的。真的，就是还是。哎，反正我也不知道说什么了。反正我这个人还反正我本来刚进团的时候就是那种特别特别傻，然后就是特别活泼外向，然后之后也大大咧咧的，然后说话不经大脑，虽然现在说话也不是太经大脑。然后后来这一年也经历了很多事情啊，就是从出道到现在，然后反正
然后今天能有这么多人给我过生日，我很开心，然后也就是这生日比我想象和预期的都要让人感动，谢谢大家，还有谢谢我们的成员。有一种16个牛郎陪你过生日的感觉。对，天哪，就感觉有一种像我跳的感觉。你们要不要依次到那个前面走一个台步，就这样绕过来，然后到刚刚其实还有透视装牛郎来的，然后呢，然后他意识到背心，对，他意识到太透了，尺度太大了，大家会关注一下的啊，会关注吧。现在说到了，就是水水他穿了一个透视装，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在干什么？哎，不行。然后你别穿了背心了啦。嗯，就是这样啦。那么我们需要我们走秀吗？走吧，走一个吧，就给一个我刚才生日的音乐可不可以，让他们前辈我好尴尬。没事，我陪着你走。小公主，我这种特别像没有。哎，这次让严明君陪你走吧，严明君就是邀请着你走。你不是一直特地报纸，我们特地给大美。对啊，我有了报纸哥哥，我还要严明君干嘛？然后那好了，那个可以放一下我刚才跳舞的那个音乐吗？你看我都随便都已经给你选好音乐了，控台给个面子，看我真诚的小眼神。控台不给。哦。我们最后大家一起祝李静。